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441页最后一行，不多我趣云，或曰不根我趣云，为第二云啊。更就是再受，两句意思完全相同。这是第二愿，此成第一愿而言，我国阿弥陀佛所说的我国就是极乐世界，不但没有三恶道，甚至于从阎摩罗界就是地狱界啊，三恶道，或者把阿修罗包进去，四种恶道，恶道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这就是来生我国之一切众生受佛之教化，接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，接受阿弥陀佛讲经教导啊，佛在极乐世界讲经从来没有终止过的啊，世尊在弥陀经上为我们介绍的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经现在说法啊，经就是现在，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啊，极乐世界没有过去未来，没有时间这个概念，这桩事情也没有空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距离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先后，佛的教学从来没中断过。这个意思非常重要啊！我们在任何地方修学，中间都有休息，都有中断。唯独在极乐世界学习是不中断的啊，因为不中断它的速度快，效率高，所以成佛在极乐世界是不难的一桩事情啊，容易事。
啊，不但永远不再堕恶道，并且悉皆成就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这一句是佛法修学终极的目标。啊，我们修佛希望得到什么？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希望得到这。啊，这一句完全是梵语，梵文音译。啊，下面净土论注谭鸾法师的注解说得很清楚，佛所得法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这叫成佛了。怎么成佛？他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叫成佛了。啊，下面引《法华玄奘》说，把这一句梵文的原因翻成中国字的意思，阿云无翻成中国说无的意思。啊，六多罗云上，中国上的意思。三是正的意思，藐是等的意思。啊，三呢又是正，后面菩提是觉，整个把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所以它可以翻。为什么不翻？啊，这在古时候翻经的时候有五种不翻，其中有一种尊重不凡，这一句就是属于尊重不凡，所以用音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就是中国的无上正等正觉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非常正确，一点错误都没有。啊，那我们看这个就明白了。佛经里面告诉我们的，你得到正觉就是阿罗汉，六道里头没有正觉。啊，正觉就出离六道轮回了。啊，所以六道里头有觉，不是没有觉。达不到佛家所讲的标准。啊，佛教的标准是以阿罗汉小乘四果，以这个为标准。啊，见思烦恼统统断了，清净心恢复了，正觉。啊，清净心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啊，再提升呢，就是正等正觉。啊，等于佛，还不是佛。所以正等正觉是菩萨。菩萨的等级很多，《华严经》上从初信就是菩萨，一直到等觉，一共有51个位次。那这50个位次就是实信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，这50个。上面还有一个等觉，啊，这是菩萨地位最高的了。
再往上去呢，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了。啊，那就成佛了。华严称为妙觉如来。所以大智多论有100卷，85卷里面有说为佛一人智慧，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啊，无上正等正觉只有一个人，正等正觉有51个人，那正觉等觉是实性第七性的地位，在大乘里面也是菩萨。那我们一般称小行菩萨，啊，实性好像是小学，啊，实住呢，这是中学。这当中往上提升，还有实行，还有实回向，啊，实地，好比是研究所，啊，那么实回向好比是大学，啊，等觉菩萨好像是博士班，再往上就毕业了，就成佛了。那我们用这个来做比喻，大家呢会有一个概念。啊，无上正等正觉只有一个位置的，啊，是圆满正德，真如自性。啊，没有回到常寂光，住在十报土，都称之为化身菩萨。啊，一般讲呢，成佛了。化身菩萨是分真佛，是真佛。不是假佛啊，十法界里面的佛是实性心满成佛啊，语言教是初住的地位如果他没有离开十法界，他是相思即佛，超越十法界，升到十报土，它就是分真即佛。我们的经体写得好啊！啊，清净就是阿罗汉，正觉；平等正等正觉。后面觉呢是无上正等正觉啊，所以这三个阶段的果都在经体上显示出来了啊，这非常重要。我们学佛到底学什么？就学清净平等觉啊，这个觉我们加了一个字正觉。我们往下看，恶道众生，善根微弱，复多虚业，蒙佛愿力加庇，摄受往生。
我们把这些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我们自己念佛往生的信心就增长了，啊，就提升了。我道有往生的，我道里头有佛菩萨，现出生身，现恶鬼身，度恶鬼；现地狱身，度地狱众生。这三恶道里还有能得度的，有什么人？过去在人间都曾经学过佛，都曾经念过佛，也发愿求生净土，可惜是临命终时，最后的一念错了，起了不善的念头，就是贪嗔痴慢疑，这个念头一动，他就到恶道去了。但是他有善根，他曾经学过，所以佛菩萨要到地狱道现身为他们说法，让他们忏悔，让他们回头，让他们生起心愿，恶道众生也能度脱。净宗法门真正不可思议啊！所以我们就晓得，只要念过一声佛号的人，跟阿弥陀佛都有缘，跟极乐世界都有缘，早晚都要去。但是临终一念不绝，躲在地狱里很辛苦啊，要受很多折磨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佛非常慈悲，希望我们把这些事实真相都搞清楚，都搞明白。造作这些恶业，临终还有一口气，还没断。这个时候，即使无逆十恶的罪业，极重的罪业，只要信愿，一声佛号、十声佛号都能往生。这些人生哪里？生凡圣同居土，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土。但是那个世界跟十方诸佛世界不一样，十方诸佛世界的六道真正有六种天人修罗，恶鬼地狱出生真有。极乐世界虽然有凡圣同居土，只有人天两道，没有修罗，没有恶鬼地狱出生。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保证你永远不再堕三恶道了。那边没有恶道，更难得的呢，那边没有造作恶业的因。接受阿弥陀佛的加持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化，佛一加持，你的智慧神通道理大幅度的提升，跟化身菩萨
差不多啊。因此我们就明白了，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之名，实际上它是平等法界，每一个往生的人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，念身体底下我们就念到容貌智慧神通道理，好像都跟阿弥陀佛差不多，这是照遍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所没有的啊，只有极乐世界独有啊，这个世界很容易去，很不容易啊，很容易去也很容易出来，来去自由啊，一般来应该都是他们化身来的，应化身，他们的真身呢，真身永远住在极乐世界，在阿弥陀佛的身边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但是他们有能力，同时变化无量无边的身啊，而且还不是一种身相，像普门品观世音菩萨所说的三十二相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现无量无边身呢？现身干什么？勤修福慧。啊，现身到十方世界去供佛。供佛是修福啊。不是供养，是修福啊。又在诸佛如来大会里头听经闻法开智慧，所以他现无量无边身，修无量无边的福跟智慧，佛慧双修，跟我们不一样啊，我们没法子跟他比。他在一天当中断卧修善积功累德，他做多少？都不是数字所能说得尽的啊，只可以说无量无边。我们能不去吗？海鲜老和尚遇到人主动就劝人念佛了，劝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你只要发愿，你就得到佛的愿力加持，摄受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悉令成佛，没有一个漏掉的。此时阿弥陀如来慈悲至极之无上甚愿，
真正慈悲的基础。啊，那么一切诸佛已经成了佛，证得佛果的人了，佛佛道同，没错。一切诸佛，没有一尊佛不劝人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为什么？这就是诸佛如来慈悲至极的无上甚愿，所以诸佛如来巴不得立刻把你送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去。啊，诸佛没有嫉妒，没有傲慢，没有障碍任何一个众生，他们的心，他们的愿，只有一个，成就一切众生，帮助众生快快成就，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，同德同行。啊，所以说一切诸佛如来可以说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。啊，无论教你什么法门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每一个法门到最后完全归于极乐世界。这是学佛同修啊，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我们再看下面，这都念老师的话。盖以从过道待业往生之众生，须是具足我也，应当啊要多卧道，但因弥陀愿力加持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不复更多善途，故曰不多我取。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，这个要知道。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的加持，啊，保证你往生极乐世界。故曰不多过去。下面引用龙树菩萨的话，故龙树大师曰：若人生彼国，终不堕三趣。三趣就是三恶道。啊，假如这个人他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了，终是这样，往后绝不会再堕三恶道了。那下面又善导大师语，善导是阿弥陀佛在中国化身的，啊，日本也有此一说。我在日本问他们的法师，净土宗的法师，我说传说当中永明延寿善导大师，这两个都是弥陀化身来的，有没有这个说法？有。那在日本在韩国都有这个说法。
那么善导大师所说的就是阿弥陀佛亲口宣说的啊，一直到成佛不再有生死轮回了啊，不再经历这个事情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是则横出六趣。从善导这一句话我们就肯定了净宗是横出六道啊，其他修行人是竖出，从人要升到天道欲界，欲界天再提升到色界天，色界天再提升到无色界天，然后再向上提升出离了，这叫竖出啊，净宗不是，从人道就到佛道了，就到极乐去，不要经过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不需要啊，通通是横出啊。那么如地狱道，地狱道想出来，一般的出来竖出啊，他一定是先到恶鬼道。恶鬼道再提升到畜生道，畜生道再提升到人道，输出啊。那么现在他在地狱道遇到菩萨，劝他信愿持名，他能接受，他就从地狱道往生到极乐世界。他不需要经过恶鬼畜生人天，不需要，他就出去了，这叫横出。后面这一段是这一章的总结，又此章大愿，故无我道语，不更我道云，这个两大愿呢，这里头有两种殊胜啊，一者我取众生以得往生极乐，不复更多我道，表弥陀悲心无尽，度化无余啊，度化众生一个不漏啊啊。这个地方呢，诸位一定要知道，佛法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。什么人无缘？不相信有怀疑，这无缘。佛没办法感动他，没办法叫他回头。那所以我们跟佛要有缘，要有很深很深的缘。这个缘从哪里生的？从信心生。啊，真正相信世间有好人，现在已经人信心失掉了，不相信世间有好人啊，对每个人都怀疑。父母从小就教啊，上幼稚园了啊，你可别相信人啊啊，都叫他不要相信。啊，怕被人骗了。
啊，所以疑这个烦恼是愚痴的根呐、啊，疑不断不会开悟啊，没有智慧呀、啊，他学到一些常识，他没有智慧啊，智慧是从定中流露出来的啊，没有疑惑就得小定啊，小乘的定啊，没有分别那是大乘的定，菩萨的定，看一切法平等，没有高下，没有胜负啊，没有好坏，没有善恶，没有染净啊，所有一切对立的通通没有，菩萨平等观啊，啊，中国人所期望的大同世界和睦的社会啊，和从哪里来的？和从平等来的。平等就是和啊，不和就不平等了，不平等才有斗争，才有战争，平等就没有了。啊，父子有亲，亲是亲爱，亲爱里头不会有斗争的。啊，不但没有斗争，连分别这个念头都没有。父子、兄弟、族人，同一个祖宗的后代，应当和睦相处。没有分别啊，要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社会和谐了，斗争没有了，不但斗争没有了，竞争都没有，这就是大同世界。中国过去一般读书人心目当中所需求的是大同啊，是和谐，整个世界和谐啊，人类和谐了，再做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，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，那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向右心生，境随心转，这是道理啊，这个道理通达明白了，和平就落实了啊，
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诸位想想，这众生多么幸福啊！这就是天堂，这就是诸佛刹土。所以第一，显示弥陀无尽的悲心；二者呢，凡往生者悉皆作佛，究竟菩提。由此可见弥陀本性呢，念念愿一切众生成佛。我们要有这个念头啊，自己无所谓啊，自己成不成佛没关系啊，一切众生都成佛了，佛度众生哪有不度我的道理呢？我们要放下自私自利，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跟佛同一个愿，同一个念，念念也是愿一切众生早早成佛。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丢失了200年了。我们有幸能接触到，有了认知，那就应该去发愿。我们要对得起祖宗，我们的老祖宗，中国这个汉族，无论信什么，我们都相信他是伏羲的后代，是神农的后代，是皇帝的子孙，一家人呢，在佛法里面讲是一体，更亲切。今天我们东西疏忽了，200年前的人疏忽，到我们这个时代差不多丢尽了，快到绝灭的关头了，怎么办？所以我劝年轻人要立志，不要做大官，不要发大财，不要，心上没有这个东西。我们做一个平民百姓，深入中国传统文化，我们接受，我们把它发扬光大，我们把它传给后代。发愿做什么什么工作呢？三家村里头的穷秀才，我们做这样的人，把下一代的小孩教好，牺牲我这一代成全下一代。为什么？传统文化扎根要从儿童扎根呢？十几二十岁很难呢，
他学了很多不好的习气，那个不容易。那必须从小，那最好是父母能肩负起孩子第一阶段的教养，叫什么？叫《弟子规》，叫《感应篇》，叫《十善业》。啊，怎么叫？父母做出来给婴儿看，小孩一出生，他就会看，就会听，就会认真学习。中国古人都懂得，教儿婴孩，教夫出来，那小孩要从婴儿教出世，就叫他看好样子。啊，所有一切不善，不是正的，正能量的，决定不能让小孩接触到，啊，不可以让他看到，不可以让他听到，不可以让他接触到。母亲要照顾他三年，啊，这三年当中，他看到的正面的，都是与伦理道德相应的，啊，他听到的正面的，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，这个根扎得好啊，这孩子好教啊。啊，到六七岁上学了，上学时老师教导他，啊，老师继续他父母所教的，啊，也老师要给学生做榜样，啊，老师叫学生做，自己没做到，学生会怀疑，学生不相信，老师真做到，学生相信了，啊，学生才真正肯跟你学习。啊，老师很辛苦啊，老师生活很简单，很刻苦啊，没有什么好收入啊，他的收入是学生家长，富有的逢年过节多送一点礼物啊，贫穷的老师慈悲，小孩可教，不收学费啊，啊，认真教他了。啊，中国立国的精神就是孝道、师道、孝亲尊师，这是中国立国的大根大本。啊，几千年来不坠也，现在这个根没有了。所以很可怕啊，我们必须牺牲自己来扎这个根啊，能够有机会教几个小孩，好事情啊，这是圣贤，这是君子。跟一般人不一样，虽然一生很辛苦，果报非常殊胜。为什么？你所做的神圣的事业，那么你的来生，我相信都在天道啊。你要是念佛，决定是佛道。
啊，往生极乐世界得大圆满呐！啊，好好教孩子，那就是积功累德。啊，教德行，教文字。啊，把中国的文字每一个字都讲清楚、讲明白，这里头有大学问呐、啊！啊，外国是拼音的文字，啊，是表音的，单字里头没什么意思。中国的文字是表意的。它是一个符号，这符号里面代表许许多多的意思，是哲学，是玄学，啊，是真理。不一样啊。啊，所以中国的文字可以称之为一门学问，文字学。啊，中国的文字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，超越空间就是全人类学习都没有障碍，都能学得好。啊，超时间，3000年前管用，3000年后的今天也管用，能看得懂3000年前人写的字，留下来的文献，3000年之后还管用，这叫真实智慧。啊，这叫真正伟大的发明啊。科学技术的发明跟中国文字的发明不能比啊。这个要知道，中国文以载道啊，把古圣先贤所悟得的道义、智慧、理念、方法啊、精神、经验，都用这些文字写出来，留给后世，真正是无尽的宝藏。啊，这些宝藏现在管用。英国汤恩比博士说得好，啊，解决21世纪这些问题，这问题是严重问题，是人类存还是亡，文化还是继续还是断绝，碰在这个点上。这是什么时代、啊、我们的人清楚啊。啊，他说要拯救21世纪。这个社会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孔孟学说、大乘佛法都用中国汉字文言文写出来的，所以我希望10年之后，中国的汉字文言文能成为全世界的人类共同的语文，
世界就会有永久相续的和平出现。啊，中国人所说的太平盛世，离异之邦，能不能兑现？能。啊，中国文字文言文复兴就可以做到。啊，为什么？中国几千年这些东西全部记载在四库全书里头，记载在大藏经里头，这两部文献呢，啊，懂得中国汉字文言文，你就有能力阅读，你就有能力吸取。啊，在这个基础上，你再把它发扬光大，你就能救世界，你就能救人类。啊，这是真正伟大的事业。做官办不到啊，发财也办不到啊。啊，只有把官跟财丢掉，啊，释迦牟尼佛丢掉了。你看他一生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啊，往生的时候，死的时候，不是在房子里头啊，在树林里面呢。他作为榜样给我们看的，啊，彻底放下欲望，心才清净，才平等。才大彻大悟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啊，诸佛如来，他干哪个事，哪一种事业，教书。所有的佛都教书，菩萨还有从事其他事业的，佛没有。啊，佛就是一个穷教员，什么积蓄都没有。啊，那么现在要学佛，真正学佛的人，我们要记住释迦牟尼佛，啊，释迦牟尼佛过游牧生活，没有道场，为什么？心都在道上，他没有有世间这一些七情五欲，他都放下了，他没有疑虑忧虑啊。我们今天体力不如佛陀，啊，佛陀在树下，不怕风吹雨打，太阳晒，他不怕，真是金刚不坏身的。我们今天如果到树下晚上就坐一晚上，第二天就到加护病房去了，不行呐。我们的业障重啊，身体不如佛陀啊，有办法，可以用个小蒙古包，那小蒙古包很轻，一个人啊，一个人住那就行了。心没有其他的念头了，啊，
日中一时很能做得到啊，所以那个金碧辉煌的道场可以建供佛的啊，讲经的时候可以在那边讲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应该住小茅棚啊，饮食应该可以徒步，现在也可以不必徒步了。我在斯里兰卡看到啊，斯里兰卡那个方法好，他们的法师有很多住山洞啊，在山上挖个洞住在山洞啊，吃饭呢每一天中午有人送饭给他，因为这个村子里头都晓得这里有个人休息，在这休息啊，他们轮流，你比如说有20家啊，每一家每一家轮流，一天一家啊，你把饭菜送给法师啊，他们也不出来，这个方法很好啊，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啊，你找个山找个小地方休息啊，释迦牟尼佛最初在鹿野园度五比丘啊，如果我们有5个出家人住在一起，五比丘5个小帐篷很好啊，啊，过这样的生活，完全放下，啊，一步进一个法门，不要搞太多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啊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实现，现在修行最好的方法。他种地也，那个土地是荒地，没有住人的，啊，住在那块地方，开一片小地，种一点粮食，种一点蔬菜，啊，也可以劳自己有时间劳动，活动筋骨，啊。真的是好事情啊！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一直念到开悟，念到大彻大悟，他能做得到，我想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啊！天下无难事，这他说的，只怕心不专，只要心专一，永远不动，永远不摇摆，他就成功了。那5个人在一起，每一个人学一部经，1个人讲，4个人听，一遍讲完了讲2遍，2遍讲完了讲3遍，3遍讲完讲4遍，永远讲下去啊，讲上1000遍，我相信没有一个不开悟真正佛的道场在这个时代又出现了。我们过去曾经讨论过，没做到啊，很可惜。那么在香港30年前，东北西城法师，那我们关系非常好，到香港来常常见面，我们就谈到这个问题。我说法师，你资格老，你带头，那你发起，我一定追随啊。说得很好啊，
啊，一回到香港就忘掉了。啊，中国大陆地方大，人多，我提供这个建议。啊，这个方法确实是可以行得通的。啊，找一块很幽静的山里面，人迹不到。啊，离开村庄不太远，村庄同修真正发心来供养。啊，我相信会有人发心来供养。啊，供养的同学，像我们现在这种方式，啊，这是一个小社区，我们十几个念佛的同学，每个人在里买一栋房子，啊，我们这十几个人，这有个僧团五比丘，我们来供养这五个人，啊，我们这十几户人家轮流送供养，啊，法师。专心用功，不要出来徒步，啊，我们送去，好啊，如果不用这个方法，佛法兴不起来，佛法将来会变质，变成什么？变成世间法。啊，变成释迦牟尼佛一种学术，不能得定，不能开悟，不能证果，啊，变质了。年轻同学，只要真正发现，我相信。一定得到祖宗保佑，三宝加持。啊，行愿相符，一定能得到结果。啊，你有行有愿。幕后这一句是48愿，愿愿都有。啊，在此地就总说了，得是愿，乃作佛；不得是愿呢，不取无上正觉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当时自己发的愿。我的愿兑现了，我就成佛。啊，不能兑现，是不成佛。他现在成佛了，说明48愿愿愿都兑现了，啊，没有一愿是虚假的，啊，极乐世界确实没有三恶道，极乐世界的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无论到他方国土去教化众生，他永远不会堕三恶道。本愿实现了，啊，故曰不取无上正觉，以下各愿，这48愿，简为不取正觉，就用这四个字。啊，这四个字，他所表的，得是愿乃作佛，不得是愿。不取无上正觉，啊，后面简单就是不取正觉这一句话。前两愿殊胜啊，离究竟苦啊！佛陀
事先在世间教化众生，为什么？这个要知道。我们学佛，辛辛苦苦，学佛为什么？为离一切苦，得究竟乐，为这个。那我们学佛苦有没有离开？乐有没有得到？这要问自己。啊，人间什么苦？生老病死苦，求不得苦，怨憎会苦，爱别离苦，无因之生苦，生死轮回苦，有没有摆脱掉？啊，究竟的路，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没有烦恼忧虑。啊，法喜充满，有没有得到？往生极乐世界真有把握？乐啊！你要记住，海鲜法师得到了，一天到晚欢欢喜喜啊，法喜充满了。他过的什么日子？为什么那么欢喜？啊，看到每个人都好，什么事都好，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就是功夫啊，这就真实受用啊，啊，这是我们要学的，啊，所以我们有黄念祖老居士这么详细的注解，又看海贤老和尚在生活、在工作、在处世待人接物做出榜样给我们看，这个福报多大啊！自古至今啊，有几个人能够遇到这种事情？那你看，有会基金的，有做注解的，啊，又有人表演给我看的，啊，这一生要不成就啊，那叫冤枉啊！啊，对这个世界迷惑、颠倒、留念、苦。看清楚，看明白了，知道诸法实相，心地直起，心地清净，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放下了，什么都清楚了，心是清净心，是平等心，清净平等生智慧，怎么会不看落呢？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恋，随时可以走，走很快乐，留在这里也很快乐。这叫得自在啊。我们看大愿的第二章，啊，第二章分八个段，啊，下面是八库，啊，这第一
是第三愿，深悉净色愿。那我们看经文，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所有众生，令生我刹，皆具自摩真心色身。这一章里头有三愿。第三愿有三个愿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，皆具自摩真净色身，这是经文，是为第三深悉净色愿。生彼土者，身皆自摩真净之色。真净色者，该为如来的身色。善导大师曰：“诸佛于心常住不变之相，是故现黄金色。”五经金银铜铁锡啊，这五种金属只有及黄金不受氧化的干扰，它的色不变啊。你看银铜铁锡都会持有氧化啊，氧化它就变成黑色了，变成灰色的啊，必须要清洗，黄金不会变。所以金色身代表它的色相不变，什么色相？永远年轻，这个不容易啊！我们人会老化了，啊，有生老病死，这身体天天都在变的，它不变，啊，所以金色代表不变，啊，中国佛门谚语有所谓：“菩萨菩萨，年年十八。”人欢喜啊！啊，能不能做到？能，永远快乐。啊，为什么？忧能使人老，人有忧虑，老化很快。啊，我们这些都是过来人了，啊，这个经验很丰富。啊，我同学、朋友当中。有很多是从事于政府工作人员啊，当他在位有工作的时候，他把他自己年岁忘掉了啊，专心在工作啊，每天很欢喜，到退休了离开工作了，他就忧虑了，我老了，你看不能上班了啊，老了老了，天天想老了，真就一天比一天老啊，一年没见看到他就好像他十年没见了，怎么会老得这么快啊，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懂啊，古人说的忧能使人老啊，佛给我们讲的相由心生，不是你不过去没念老吗？没想老吗？现在常常想老，我是老人了，要有老人的待遇了
啊，老人的健康，老人的保健，他想老，所以他就老了。那你要是不想这些，不想他就不老啊。啊，海贤和尚虽老，他体力正常啊，跟年轻人一样啊，没想到老啊。啊，每一天到时间到田里面去工作。啊，种粮食，种菜，种树，这就是他一生的事业。啊，天天干。啊，种树总种了几万棵啊，一生当中啊，喜欢搞这个。啊，112岁，要记住，他往生的那一天。是晚上我生的，白天呢？白天干了一天，在菜园里面，啊，那个菜园很大，平地，啊，在整地，给菜浇水，拔草，从早搞到晚，干了一天。啊，一直干到晚黄昏了，太阳下山了。有些人提醒老和尚，天黑了，可以收工了，明天再干吧。啊，他老人家回答说：“快了，我快干完了，干完了我就不干了。”啊，大家听到这个话也没在意。啊，到第二天他往生了。想想老和尚最后这一句话，话里头有话，他预知时至。啊，他今天干完了，今天晚上往生了，就不要再干了。啊，这就是最后这一天，他也没休息一下。啊，你看，大家想想他，在往生前这一个月，到处去看看老朋友，去走动走动，去慈行啊！啊，以前住过的庙、出家的道场，都去看一看，啊，去打个招呼，跟大家告别。妙极了。啊，自己晓得哪一天走，就跟刘淑清一样。啊，几点几分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到时候阿弥陀佛就来了，啊，来接他往生。你看多自在，多潇洒。看，人都有生老病死苦。他没有劳苦，啊，112岁没劳苦，没有病苦，没有死苦，说走就走了。那么一生当中，我们看到了，他没有求不得苦，他没有怨憎会苦。啊，他对人一律平等，看别人都是佛菩萨，忍辱波罗蜜。一般人赞叹他了，别人不能忍，他能忍呢。别人不肯干的，他肯干的，吃苦耐劳，人又非常勤奋。啊，100多岁还爬树。啊，有些佛友来看老和尚，他端个小梯子，爬到树上，折4次。啊，折下来送给大家吃。什么事情都自己干。
需要人照顾啊。啊，所以我们想到佛法如何再延续下去，是大问题。啊，如果没有真正修行人，啊，学术这样子延续下去，都变质了。佛门里有一句话说：“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。”这句话非常重要。啊，什么人说呢？开悟的人说。要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人来说，那就一点错误没有。啊，为什么？佛法是自信流出来的，见性的人，自信是一个。啊，所以他知道，他不会把它讲错。啊，中国历代祖师大德都是开悟的，啊，才能著书啊。没有开悟的不能著书啊。现在开悟人没有了，所说的、所著作里的都是自己的意思。所以黄念祖这个方法好啊，完全用经论来解释这个经文啊，不敢用自己。啊，我们相信黄念老不是普通人，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做给后人看，后人要著书用这个方法可以。啊，用自己的方法来著，你的负责人，那就是错下一个字的转语，度五百世业护身。古人有这个例子。不能讲错了，讲错的时候多少人就修错了，这个太可怕。啊，所以没有开悟之前一定要把自己的愿望求开悟。啊，求开悟修求得定，这个经好，为什么？它标得很明白。求什么？求清净心，求平等心，最后那个觉就开悟了。清净是定，平等也是定，应界得定，应定开悟。啊，这是不仅是释迦牟尼佛教我。他在经上讲，十方三世一切菩萨成佛没有例外的，通通走这个路子，戒定慧三学啊。戒是什么？守规矩啊。什么规矩？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这是规矩。啊，你不守这个，不守这个规矩，你不能得定，不能得定就不能开悟。这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这第三愿，这是真苦了。成佛了，生到极乐世界就等于成佛了。那成佛才有慈母真经色身啊，不成佛的时候没有啊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也是
自摸真经是什么。这是十方世界没听说的。完全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弥陀对众生的恩德太大了。众生怎么报？好好念佛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报恩。只有这个方法能报，除这个方法之外，没有任何方法能报恩的。我们要全心全意把佛法介绍给大家，特别是这个法门。为什么？这个法门你能成就，保证你能成就，其他法门不能保证。断烦恼太难了，这个法门带业往生，带着烦恼去往生容易，人人都有份，只要你真干。那老和尚的话很味道，很有味道。常常说：“天下无难事，只怕心不专。”最后再补一句：“真的不难呢，只要专心啊。”专心就不难，杂心就难了。样样都想学，样样都想好，这就难了。他老人家一句佛号，真容易，真不难。我们要学他，紧紧抓住这句佛号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佛号可不能丢掉。口里不念，心里念。要养成这种习惯。那么下面举的善导大师的所说的，善导大师曰：“诸佛于现常住不变之身，是故现幻境色。”今取他不变的意思。日系四月，日本。慈标中道实相是，黄金代表中道实相，取这个意思。坚持大愿，与令一切往生之人同佛身相，皆真净色。此显生佛不二，真是平等故啊。故慧疏曰：“是故愿言，我国人民纯以见色，无有好恶，比我平等，勤觉为顺。”阿弥陀佛这一愿真正用意在此地。为什么？十方世界的众生，六道众生，或者是设法界的众生，没有明心见性的身相寿命，随着自己所修的福德不相同。修福德多的人相貌好，寿命长，一生所做的都能如意。这种有福德的人不少啊。但是过去虽然修的有福德，如果没有智慧，他会被福报迷了，
就享福了。享福不知道修福，那福享完了呢，我倒去了啊。啊，享福的人，他的物质受用比别人要丰盛的，最怕的杀生吃肉，啊，贫穷的人家想吃没有啊，富贵人家天天吃，这可麻烦了。那冤亲债主多少？我们就遇到很多人得病的时候、死亡的时候，冤亲债主找来索命啊！啊，我出家有个老朋友，广化法师。没出家之前，他是军人，管财务的，啊，所以用钱方便的。在台湾那个时候，每一天吃一只鸡，好几年呢。一年360条命，3年就1000多条命啊！以后虽然出家了，持戒很严啊，大家都赞叹是个好法师啊，讲经教学啊，办了个佛学院啊，请我去教书，我跟他在一起。一段时期，啊，我看他拄个拐杖，腿不方便，走路不方便，问他怎么原因，在洗澡间洗澡的时候跌倒了，怎么跌倒呢？看到洗澡间里通通都是鸡啊，在这个 洗澡间里面飞也转啊，就捉它，它就东躲西藏滑倒了，跌成残废了啊。他告诉我，他说这是我的业障，重罪轻报啊，我要不是学佛的话，恐怕命都没有了。啊，一生坐轮椅。啊，他在往生之前来看过我。啊，坐在轮椅上，我看到非常可怜，流鼻涕，流口水。夜因果报，丝毫不爽啊！这出家了，不出家了，肯定堕地狱啊！所以我劝他念佛求生净土，经上讲得很清楚啊。这些冤亲债主，你能往生了，他们都有功德啊！你把念佛功德回向给他们一只鸡一条命啊，你杀他你吃他啊，那是没有学佛，学佛之后明白了，也放生也忏悔了，太多了啊，不是几只几十只啊，上千只，
看在军中那几年过的那个生活，别人看到羡慕我，哪里晓得后头有这么凄惨的果报。啊，是富贵人容易遭罪，自己不知道。啊，尤其现在人不相信佛法，不相信因果报应，不相信有来世，什么都敢干。问题真严重啊，不得了啊！啊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不是假话了。佛陀慈悲，苦口婆心的为我们说明六道轮回的状况，啊，造业受报。我们要感恩的，要恭恭敬敬的听，要接受，统统接受。啊，断恶修善，不但这些恶不能再造了，念头都不能动。啊，见到一切众生，或长成菩萨。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无论他在哪一道，我们都感恩，他们都在表法，把事实真相显示给我们看。我们自己看清楚，看明白了，想通了，真正是断一切恶，生一切善。啊，时时刻刻存着帮助别人的心，帮助众生离苦的这个念头，与佛道相应。啊，如果还有怨恨人，错了。啊，怨人恨人，你对他的伤害三分，自己将来承受因果报应七分。啊，别人回报，别人陷害。啊，障碍，都要原谅啊！啊，甚至于陷害，都要原谅他。为什么？他可怜，他不了解事实真相。那我们原谅他，没有报复的念头，没有伤害他的念头，但是他造的这个业。信罪本身就有罪啊！啊，他还是要躲，这个没办法的。啊，就像章太炎先生参观炮烙的地狱，啊，小鬼带他去，到现场他看不见，他在恍然。明白了，佛经上说的，他们有这个业力。他们有这个业力的时候，你就看不到。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地狱只有两种人见到，一个是受罪的，是他的业力变现出来的，另外一个是菩萨。啊，他得度的缘到了。菩萨不会舍弃，菩萨会到地狱里去度他。
啊，小根性的从地狱里头把它渡到畜生道，或者渡到人道、天道。净土善根成熟，他在地狱里头有人提醒他，他能够记得住，他能够发愿，在这个时候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就能超越。地狱苦啊，菩萨没有舍弃地狱，魔鬼苦啊，畜生苦啊，啊，诸佛菩萨应化在其中，去教化他们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，啊，看他的善根福德因缘，应该教他什么法门，就教他什么法门。所以，佛没有一定的身相，没有一定说法，没有定法可说，啊，完全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。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我们自己对于佛法，特别是对于净土，要充满信心，绝不怀疑。啊，世间人情随故，随顺就好啊，随顺让大家生欢喜心。那自己有没有得利益呢？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根本就没有。啊，不管有没有都欢喜。学着不受外头境界干扰，这个好啊。啊，外境干扰我随缘。啊，受不受呢？不受。不受呢，就那些干扰者自己没有感觉到。这是真的。啊，信心要足，决定不能有丝毫怀疑。啊，所以这个会所里头幕后这一句说得好，情绝为顺。啊，情是情执，离开或者我不高兴的，或者是称心如意的，没有，没有就正常的，啊，也没有欢喜，也没有怨恨，啊，别人送饮食来，啊，过去李炳南老居士。我们在一起十年，老人家慈悲，一定要他做了的点心什么东西吃的东西，他一定是当他面吃完，哎，欢喜啊！啊，他这有毒啊！做的人不知道，并不是害老师，他真是粗心大意。啊，老师一尝味道就晓得了，不要紧，吃了晚上马上就拿解药。他是老中医，他懂得，所以他虽然带着解药，妙极了。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。啊，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别人有供养，啊，有来对待的，有善心的，有无意的，啊，我们统统接受，统统用一个最好的心态，把它转变成情绝为顺。
这个境界好。啊，这个境界就是不受外头境界干扰。啊，自己对于外面的境界，平常要观空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啊，虚妄的就离开为顺了。啊，为顺是我们的感受啊。啊，为是不好的感受，顺是快乐的感受。啊，没有。没有为顺啊，一切正常啊，还是把佛号抓住啊，佛号没有间断啊，为顺统统放下啊，海贤做到了，你看都是没有什么欢喜的，什么高兴的，没有。通通平等啊，见啥都欢喜，见啥都高兴啊，顺境也高兴，逆境也高兴啊，好事高兴啊，坏事也高兴，完全不受外境干扰，这功夫好啊，值得我们学习啊，慧俗之说呢，正贤中道实相矣。啊，慧俗，日本金宗大德著作，说得好。啊，永菩萨永远住在中道，我们念佛的人中道。就是阿弥陀佛，心中有阿弥陀佛，就是安住在正道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一切顺利境界全都放下，都不染住，就对了。啊，下面第四运三十二相运，啊，三十二种大丈夫相。那么这个说法全属到极乐世界发现不止三十二相，就像《法华经》里面的三车的比喻一样，很有味道啊。啊，这个法华经上的比喻，大夫长者有三个，有几个儿子，房子里面失火了啊，怎么样让小孩离开这个地方，他就告诉小孩门口外面有很多你们想玩的玩具啊，有马车，有羊车，有鹿车，后这些小朋友听了之后都往外面跑，跑出来了，跑出去之后没有羊车，没有鹿车，只有马车啊，他把马匹马车比喻作大臣啊，鹿车比喻作中臣，洋车比如说小乘啊，到了之后平等都给他们是同样的大乘，就取这个意思啊。那么真正到西方极乐世界情形不是这样的，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完全是一乘法，成佛了，成佛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古印度的
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实现，古印度认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人间很稀有的大福报。啊，只有佛有，只有转轮圣王有，啊，一般人不可能有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我们在观经上看到了，真的不是假的。阿弥陀佛现的什么身？身有八万四千相，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，每一个随行好有八万四千光明，每一道光明里面都有诸佛菩萨在讲经教学教化众生。在这个身上看到全宇宙啊，多庄严啊！这三十二相八种随俗生的，随顺你们，你们认为这是好相，佛就像好相啊。实际上到极乐世界比这个相殊胜千万倍都不止啊，这都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